我没办法接受，都先杀我。你是引诱器吗？接受，不是，每次都嘛第一个被遇到，要嘛就是一直溜，刚刚溜到天荒地老。刚刚那一场就从第四台发电机修到他们都已经全部修完了，我才被挂了。我那一个真的没办法理解，结果他们三个人全跑了。龙马喜刚在玩 R 八的时候都是 R 万鬼八七二，千万不要给我这样跳好不好？会有声音的、啊。谁？你呀、啊？你这样跨过去，那个会有那个声音提示，鬼会结果啊。是啊。对。我决定先绕跑。好、啊，这快修好，这快修好，不要再修。有了，鬼过去了、哦。天才队友绕跑了。太久没有玩这个了。拿这个，哟，跑喽！我下一个、啊、看到我们，他看到我们的马尾妹跑哦。马尾是猫狗，猫狗，猫狗，拜拜。我不用紧张，我治疗包，我捡到医疗包。以后我的孩子会取你们的名字的。你确定真的有人想要取 Moco 吗？是谁？摩科不思议是吧？是 Moco。Moco 是女的，我男的。对啊，你先修，你修发电机，你修发电机。你现在正在找发电机，找到了。对，我在找。你啊，他被挂了。Moco 不要挣扎，千万不要挣扎。他在底下有放夹子吗？好吧，最后你不能讲话，那没关系。没有，你就问他、啊。有放夹子的话，你就点头就对了。点头。有放夹子，你就摔一下。如果有放夹子，你就挣扎两下。你挣扎两下。就要先修好嘛，是不是就修到快好就好了。他挣扎两下，有夹子，有夹子。你修，不要修到好。他放了，他刚 SK 有血。我先过去，因为他刚往我们这一侧走，我往另外一侧绕。好、哦，这个超。靠智商压制哎，这边真的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草丛里面很多夹子。这边有个机台，快来玩！啊，好近哦，好恐怖哦！我躲在好近的地方哦，危险！他直接死了，他直接死了！哇，他已经用第二次了。有人来了，先修！有人来了！啊！他追你。那我继续修。我口刚好好死不死，又被砍刀了。我刚刚有些扛一刀了，是吧？好的。我听到心跳的声音，天哪！如果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蹲下来慢慢行走，然后靠着一个岩石慢慢走。他从另外一边。No， 他从另外一边拦截我，还有串。我跟你说，我当骑兵哦。好，我丢一个。好，这快修好，这快修好了。我先修一台。We go。因为这个很接近那个，这个很接，哎、欸，这很接近门吗？有，这很接近门。我不知道该不该救你，哎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救。我可以试着挣扎。他有下面放夹子，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有利资讯。哦，不是下面，是前面。他放的位置很奇怪。啊，我去了，小心。往我这边去了。不行哦。没，他回来了，他又回来了。因为他是手撕柳的啦。你修好一个，你修好一个发电机，你赶快去修好一个发电机，把它修到亮起来，然后让他去找你。他在附近的草丛放了一个夹子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好了，好，再修，要让他去找你。我先找到啊！我被看到，他往右边去了。看到我没被看到，呵呵，算了。他过去了。你们走吧，不要理我。等一下，我被看到了，再见，不好意思、啊。快走，我可以吸引他注意力，虽然他现在去追你了。还要修哪一个？还有哪一个可以需要修的？我现在找不到
剩另外一个了。我有一个修好了，在猫头刚刚死掉的附近，它快修好了，在八十的附近。快点，我正在遛它。我找不到那个附哦。你们快走！我看到一个很不妙的。鸡缸也好像在八十的附近，有爆声音。我要拜拜了。你也要掰了，其实还好，我这个区域应该可以救他一下。可以把我的喜饼传承给你。啊！换我被吸引住了，变成我吸引他。啊！好，这附近好像没有钩子，所以那个门前面附近那边已经可以修了，那边已经 OK 了。因为这附近已经什么真的哎、欸、有钩子哎、欸、天哪！我觉得我会被找到。野兔，你快走！直接自杀！快点自杀！直接自杀！快点自杀！哎、欸，我按不了啊！挣脱！我没办法按挣脱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直接挣脱掉！我没办法按，我没办法换哎。先，莫名其妙断线。快，雪兔把这个学起来，江西小太阳。什么时候 Pokemon Go 才可以开始呢？等待中。今天不是被骗吗？那个就一直不停的丢那个之前就已经被证实是假消息的东西，然后还不停的分享。啊、想这里，这是脑包吗？我心想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脑包吗？第二个是你还是很脑包啊，是最讨厌的。滴答滴答。叮当，我看不到，有那个心理压力。可是假设我有看夹子，我就觉得夹子还好。为什么做啊？看你真的很衰、欸。为什么？啊、你刚刚我就这么讨厌叮当过哎。你要跑去有板的地方，还有，我靠 ，Gosh， 后部也被抓到。哦，而且我喷血喷超多哎、欸，刚吓我一跳。因为他有技能，他有一个技能可以让你的血喷很快。那个小 A， 你先自摸，按住先自摸，你先自摸。我在自摸，摸着自己，不要爬，摸。我逃了。在追我是不是？先摸。还在追我，天哪，吓我一跳。啊！摸就对了，你不摸我没办法帮你。啊！我被抓到了。Gosh！ 啊 ！Vigo， 这附近有啊？这个吊台该不会是有？我、yeah, 哦、没有，可是附近有，我要被抓了，我要被抓了。嗨，嗨，你们都在我附近，救命啊！我看到两个人。小恩，哎、hey, hey. ，等一下，我讲好，你就过去救那个风破。他在踩板子，他很不爽。来，去救他，去救他。好。走！救命啊！可以救，快拉下来，快拉，快跑！猫口，你就赶快修就对了。他又来追我啦！该衰，又被抓一次。该衰。那个小恩，你先随便。不好了，这样之后我大概第二次就死了。我会，第二次还不会。比赛不会吗？我怎么疯狂的这么多？摸口巴摸，摸口巴摸。哎、欸，先盯住，先盯住。啊，开始要开始 struggle 了。先进 Vigo 之后就要开始 struggle 了。他在附近吗？我听到心跳声，应该在。那个小 N， 等下你直接绕过去救风破，我去遛他。慢慢没有心跳声了。他过来，快过来。赶快过去！他在那个建筑物那边。他那个铁皮屋。快去救！我下去！他在综合铁皮屋那个地方，我现在没有看到他了。可不，你在那迷路哦！有点小迷路。小 M 迷路记。糟糕，小 A 救不了。有可以。啊！我看到他。来不及了，来了。刚你迷路的时间已经错过他了，干巴爹你们，
你们要加油。超懒还迷路。小 M 迷路记。对不起啊，红魔。没关系啊，你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因为他的那个正好旁边都是，然后正好很容易就遇到了。糟糕糟糕糟糕，他们回去了，他回去了，狗回去了，狗回去了。快快快快快好，你们你们。这边有蛋蛋啊，可以可以在蛋蛋身上。Moco Moco， 你可以在他身边待一下，就是你在附近躲一下。转角撞到鬼耶！干，我被哈维玩死了，可恶！我也被哈维玩死了。你说被那个稻草堆吗？包括你等一下，等好时机就可以直接过去救，然后救好之后一定要先把他回血。糟糕！跑跑跑跑跑！啊哈！被你把猫头打没关系。那小燕来我这里，小燕来我这里。你有看到一只猪的地方吗？来这里就对了。没有没有没有看到猪猪。我还以为他要再去另外找一个挂钩嘞。叫的真惨。这边有蛋蛋的地方，有一个像小巨蛋的地方。啊、哦，我看到了鸡蛋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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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蛋这边，我可以帮你。可是慢慢有声音了，有鬼过来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大概小 M 跑不掉了。跑掉了，卡位了，快快跑哦，小 M 跑，小 M 逃跑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对杀人魔，你没有女友吗？你要那种唱得很好听的，你没有。所以小野你在遛他吗？还是说，目前鬼没有找到他。等一下听到很不妙的声音，有听到那种，他来，小野跑！我去！很帅，可是没有用，很帅没有用。一个很帅的跳下来。我被抓了，快去救他，快点！有，我知道，我要过去了。我被抓第二次，我就死了。他再见。啊！他把他掉那个带到地下室了。你们不要来救我！你们不要来救我！他把我带到地下室了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死，所以我先去帮啊，我去治疗一下。好、哦，我们现在才修好三台，两台而已。没有，有一台已经快修好了，所以哇，我等一下，分开行动，分开行动。摸口了，修后段，修后段的，靠，这个是会卡人哎。摸口走我这个方向，这边还有两个那个发电机在后段。发电机其实没有那么难找吧，你只要看有一个像路灯的东西就好了。有铁杆子路灯，然后没有在发光的那种。Yep。我靠，接近门口的那个发电机已经被修了。我不知道是谁修的、啊，蛋蛋的那个里面有、啊。那边，我看到杀人魔在那边闪。有，我看到。哦，你有看到？也是啊，因为我看的是你的视角。嗨，这个地方人类是无敌哦。是哦，我要观摩一下。这个地方人类绝对无敌，应该说对，不是甲子鬼，基本上没办法克人类这个区域。是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那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应该也要绕这个点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你有看到那两扇窗吗？有。就是后面那边有两个窗户，最里面的那个窗口就可以去溜的。是啊。本来想要看你被吹，然后看你溜。来了。哈哈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你要他唱歌，他就两边在那边。你没有女友，你只有左右，你只有左右手。如果 Moco 可以修好，就直接修了。人手紧迫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劳力。糟糕 ，Moco 抓到 ，Moco 不思议。看来只剩下雪兔可以那个找那个地牢，直接那个不是这个我不要修好，我哎、欸、旁边有一个、啊、对啊，哎、欸、你是啊死去，你现在要跟他斗智斗勇了，
我记得也是在这附近啊。你说这附近有地板门吗？该会有才对。加油哎、欸！应该都会在蛋蛋附近才对。看好你的蛋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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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地方不行。目前有点开 K K。所以你刚那个清一下那个就是警觉性的嘛，代表已经在附近了。哪里啊？哦，他回去蛋蛋那边啊。可能他知道说那个吧，那边附近可能有地板门，怕你过去。有吗？地板门？嗯，地板门也是来。我不大确定，哎、欸，好像是，是在这里。好吧，那就再进吧， yeah. 不好意思、啊。我超低分。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我没有，没有。一万九，我还没有超高的耶。我每场分数都不会太低啊。没有，没有。啦啦啦啦啦。没有，我没